The Gansu Business Delegation visited the Philippine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Incorporated. 甘肃企业代表团离访菲律宾中国商会。2023年8月11日下午，菲律宾中国商会总会洪吉祥会长、名誉会长吴启发、副会长郑伟煌、总会领导和分会代表、陕西分会会长窦安鹏、电商分会会长郑佳悦、广东分会会长林汉、甘肃分会筹备会会长施志芳在中国商会会所接待了菲律宾中国商会甘肃分会成立庆典甘肃庆贺团、中国民族贸易促进会常务主席张宝和、中视新媒网主任赵大庆、甘肃驻马来西亚商务代表处首席代表、甘肃省侨商海外联盟主席马玉田等一行人的来访。大家进行了亲切深入的交谈，就两国经贸往来、菲律宾社会发展、甘肃省的经济发展及招商引资等话题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菲律宾中国商会总会洪吉祥会长发表欢迎词，他肯定了甘肃省的对外贸易的政策和取得的成就。甘肃省虽然是内陆省份，但在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和一带一路的倡议影响下，也逐渐和菲律宾有了越来越多的经贸合作。感谢大家前来甘肃分会的成立庆典捧场加持能量。洪吉祥会长向来宾详细介绍了菲律宾中国商会的会务工作情况，并表示在这大好形势下，菲律宾中国商会将进一步发挥桥梁作用，与菲律宾各方共同努力，在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开展更高水平的务实合作，携手打造双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增长极。为加快促进菲律宾各界与中国的经贸、文化、教育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贡献更大的力量，中国民族贸易促进会常务主席张宝和和与会者介绍了甘肃庆贺团的成员，表达对中国商会热情招待的感谢，对菲律宾中国商会为非中两国所做的贡献表示崇高的敬意。甘肃省侨商海外联盟马玉田主席向大家介绍了甘肃省的发展情况，并热诚邀请中国商会总会及各分会同仁来甘肃做客，体验甘肃的风土人情。甘肃分会筹备会会长施志芳在讲话中感谢了菲律宾中国商会总会一直以来对甘肃分会筹备会的关照和支持，邀请总会及各分会同仁出席当天晚上的成立庆典。座谈会上大家交谈甚欢，随后双方交换纪念品。本次活动由总会秘书长庄玲玲主持。 Chinatown News 非中新闻台综合报道。